是我的 GoPro Hero 9 第一拍。哇！哇！GoPro 九啊！哇哦，高级哦！结果今天我们要去霍巴特玩，哇，大暴雨呢，真是令人开心。房东先生要帮我们用烤炉，太冷了今天。The GoPro. Yes, Heroes 9. Nine. Yes. Lightest. Is it good? Yeah. Down here for night. Night in Hobart. Oh yes, we will go back to the rain tomorrow. Oh. 大哥。Whoa. 你这些没看过东西。Let's have fun, though. Oh, 暖和暖和，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menu. 我们是这一家，在港口旁边，等一下要去点餐。晚餐 coming. Whoa, whoa. Thank you. 是我们的晚餐。看看这个装扮，这边现在是塔斯的夏天，现在是几度呢？我们看一下，来揭晓，现在11度。我们来看一下，11度呢，跟台湾的寒流差不多呢。在下雨呢。好，我们去这里拍。好，要跳下去吗？好酷哦，我们跳跳。里面超多鹅，可是我好想拍哦！哎，真的好多哎！在港口发现蛋菜的女人，真的，你为什么要拍呢？你为什么要拍照？我拍给我妈看啊！蛋菜哦，对啊，妈，这里有很多蛋菜啊！这下面全部都长着蛋菜，他们是长好的时候长上去的，全部爬不完了，然后我们飞上来了吗？这底下了，很多生蚝哎！来也，在海边挖掘蛋菜跟生蚝，我们其实是要。走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一路上就是一直被蛋菜跟生蚝给吸引。这个是生蚝吗？拜拜。然后这个女人开口闭口都是生蚝，有海菜，海菜、生蚝，还有还有蛋菜汤，好多哦。那个是辣吗？好小。哪里？哪的哪？哎呦。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是全塔斯马尼亚唯一一间贡茶。我们每次都会在这边喝贡茶，因为这边贡茶的沙漠里的绿洲一般，如此的珍贵。你说是吗，这位大？是啊，是啊，大姐啊，是啊。昨天忘记介绍我们家的 Airbnb， 现在为您介绍厨房。尴尬，尴尬的整理。哎，他导览干什么？这？喂，这个是干爹的房间。干爹在上厕所。这里是火炉，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火炉。超变态。是你们的房间。啊，你们房间怎么有奇怪的人？奇怪的人，大家昨天半夜有动吗？没有，他很乖，站在那。这个小房子是小房子。但是我们现在住的时间很尴尬，所以每个地方都很贵，只有这里是最便宜的。哦，干爹上完厕所了，来隆重欢迎干爹，拍手。嗯，干爹没有出来，很久。干爹现身，跟您介绍厕所超爆大的，但是它后院啊，就是没有遮蔽物，所以感觉有点赤裸啊。这个地方就是只有这个家的人可以进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霍巴特最有名的假日市集。大家好，它的温度是，哇哦，就是14度呢，跟台湾一起同步冷气团。进来还有一个快速通关，
还可以用手写啦，但我就喜欢这种电子设备的科技感。我们是科技人。科技人，干爹很显然的不太是。哇，今天天气还是跟昨天一样的棒呢。4度。体感温度大概只有10吧，冷呢。走吧。松露，松露本人，那、啊、你们要买啊？我一直想吃。你买那个最大颗的啦，这里。哦，真的太贵了。新要买了吗？我买盐巴。我们不是买一整颗松露吗？没有。我的财力还没到呢。他现在想把这个，我想把这个带回家。对，想把这个男的带回家。是什么道德低落发言？败家子跟败家女要买松露。哇，买起来。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带。啊，哇！So did I have to put it in the fridge? Or? In the fridge if you can. Okay. It's okay out of the fridge. It'll last longer when it's in the fridge. Okay. 我们在这里买了松露，第一次买了人生第一颗松露。很美啦，他还没付钱，怎么给你？有拍照吗？有拍照吗？没。他包的时候有拍照吗？没有，我刚要去。哦。我刚一直看他。来访问一下珍妮。对于这个市集的评价如何呢？哦，真是太棒了 ，awesome！ 那个松露小哥真是太可爱了。你们完全就是被松露小哥带着走哎、欸！我刚刚是小粉丝哎、欸，第一天就圈粉，直接圈粉。他的脑子不太好，一直忘记，忘东忘西。各位，这是广大女性朋友们可以没事来德沃兰德找松露小哥。松露小哥，反正我们现在这些人就是呈现一种花痴的状态。开心哦。那你们在 H&M 给不给力啊？我可是已经买了 Apple Watch 的男人了、啊。可是买了 iPhone 12的女人啊。我也买了一只啊。哇，怎么穿起来这么好看？你改穿黑色之后，整个气势往上提耶！哇，明目呢？来，走秀一段，走秀一段。漂亮，漂亮，小姐真的很好看。买了，买了，来，再走一波，走一波。哎呦！他转圈，潇洒不？张新闻天人交战当中，大买鞋子的一天，快去！哦耶！鞋子你先看到的。哎呦，在网上看超值。网上也都是这个价钱吗？